2月13日，李亚鹏微博晒出一组照片，携女儿逛旧金山，称情定旧金山。照片中，李岩短发潇洒，好似假小子。妇女身穿休闲风衣，头戴墨镜，两人街头范十足。李亚鹏一手抱起女儿合影，非常有爱。从多张照片中看到，屋里李岩可爱系数爆表。李亚鹏还晒出和女儿李岩旅行的照片。从附文中了解到，原来他们把柴油直接加进了汽油发动机中。但照片中的父女俩心情似乎没有受到影响。李亚鹏还摆出剪刀手卖萌，这样的画风可不多见哦。在处理车辆问题时，李亚鹏跑到了草地上自拍，留下女儿在车旁。这对父女俩真是十分有爱。